变数函数，对吗？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变，那个，好，这个叫子变数，对不对？喜欢改变，对吗？那以现在做变数函数呢，就是控制这个函数的变数不止一个，若写两个叫双变数函数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个函数呢，我需要给你 x 是多少？y 是多少，我才有办法决定出它的值。好，哦，像举个例子，现在课本上面不是写 c 等于 f of x y 是 x 平方加 x 1，马上写在。好，这里是这一样，好，哦，是一个函数，好，对吧？这个函数呢，有两个变数，一个叫 x， 一个叫 y。这样写的话，就是 x 跟 y 是没有任何关系哦。x 跟 y 是独立的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说，就以前写 y 等于 f of x， 好，这因为 x 拿来用的 ，y 拿来用的，所以我们这里通常会写一个 c 等于 f of x y， 对吗？那你看一下，如果以前我们写上 y 等于 x log x， 对吗？好，这个就是我的 f of x。就是把 x 用一加进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叫函数值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在 x 等于一的时候，的函数值是零，对吗？好，那以这个题目，我现在如果告诉你说 x 是给零 ，y 是给二，来算一下这个答案是多少？答案就是零。这也就是说，当 x y 等于零二这个序对的时候，我们的函数值是零，对吗？就 x 用零代进去 ，y 用二代进去，有没有简单？很简单。好，就学这个就好了。好，来，奖励拿出来，第一题先做。哦。好，这样子就只剩四十二题了。
个题目呢，告诉我们说，它的第一句是所有大于零的实数，啊，你写上或是写个 r 上面写个正，这样也可以。r 正，啊 ，r 正就是代表说比零大的实数，对吗？啊，写 r 正也可以。你要用区间的写法，或是用这个方，或是这个符号，啊，或是你要几个表示都可以，就看你喜欢哪种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数学上面，这个 r 有时候会叫做关系，叫 relation， 就是说在数学你在用的时候，会有时候会当关系。那我们预防就是说，我要很清楚告诉你说，我这个代表是一个实数，那我就是会挂在那里的，或者是我以前念的习惯这样。它有的是把它涂成粗粗的这样，因为黑板上很难把它涂成这样。所以有的人会写这样子，对吗？然后习惯就是把只要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代表说它是一个集合，而且这个集合叫复数的集合，就有 i 的，就是它收集的是 a 加 b i 的样子，对吗？那这个 r 这里我习惯的话有这样子，就是这个好像是叫做就是希腊的字体，你回去。你不是也会打过的吗？我们去找出没有字啊？这就应该有，这么了解。所以
小于 y， 对不对？可是题目要往 x 大于 y， 代表说不能包含这个点，所以我当然是要往下面画，可以吗？所以人家如果告诉你说，请问这个定义域在哪里呢？啊，就是它的区域，基尔就这样写。那有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讲说，哦，它是 y 等于 x， 如果我加上说 y。点是在 y 的 x 上，而且还有它右下方的点，这句话对不对？我的定义域上的点是在 y 的 x 上，错，因为我讲这句话就错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就是说是不包含这条线的右下，可以吗？这 OK。那如果再改一下。代表说我这个 s 减 y 不可以等于零，而且这个也不可以等于零，代表